我已经不是男人了。别着急，能好的。可能吗？放开。你不会离开我的，不会的，答应我。不会，我不会离开你，不会离开你的。王姐，小心。小心有人看见，放开！猜疑心越来越重，恨不得时时刻刻盯着我，生怕你离开他。我后来想，他的心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扭曲的。在这儿，全校园都能听见你的笑声。来看看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？哪有那么大声？老师跟学生不嫌寒碜。放开！这种场面过后，他必然又是另一种样子。我说对不起了，请你说原谅我。你心里有火，现在说这个没有意义。我现在就是要听你说原谅我。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说不说？放开，我没怪你。王姐，放开，快起来，放开。就这样反反复复，他的个性越来越强。越来越敏感，在一切事情上都争强好胜。咦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我刚才那手应该在这儿，不许回去。哎，你还没落子呢，这不算毁。成绩本来就好，后来更是回回拿一等奖学金，还参加学生会，竞选上主席。我问他：“你真想当主席？”他说。干嘛啊，凤凯？我要让你知道，我是最好的。你是最好的。他需要这些成绩，是因为他自卑。对，他常做的就是跟我描绘未来的成功。转眼快到毕业，除了出国。能看到的前途只有留在学校。
研究所之类，可是他通通瞧不上。赚钱少，钱是一方面，学术上的成就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，已经有些病态的虚荣心。可是他出身贫寒，没路子，越来越急躁，直到乔道恒出现。对，乔道恒是个什么集团的董事长，好像是做进出口贸易，有国家特惠政策。方凯跟着罗老师和乔道恒接触了几次，回来就常常挂在嘴上，非常羡慕，想去，可专业差得远。关键是罗老师不会答应。不是乔道恒主动找他的？当然不是，正赶着没辙呢。乔老头过生日，罗老师带着我们两个去，结果遇见一件怪事儿。来，欢迎各位光临啊！我先干为敬啊！好，干，来干。嗨，老乔喝酒真豪迈啊！啊，这样是啊是啊。来，罗教授，来来来来，再干一杯啊！好，喝啊！来来来，哎，干，好，干啊！来，哎，哟，没了。小玉，把我那个老酒拿来。哎，我有一瓶镇宅老酒，大家一会儿尝尝啊。相当不错，是吧？做的好。还喝呀？我看差不多了。老罗，别扫兴了，你这酒量是越来越差了。刚才一半都是小芳替你喝的。哎，酒来了。哎。谁来这么晚呢？好法吧，来我来。嗯，我开门去。哎，你看，看这坛子，真漂亮。这镇宅的啊，对。你怎么办？这是我爸生日。小玉，谁呀？哎，我呀。诸位，我失陪片刻啊。小芳，嗯，一会儿给大家倒酒。哎，哟，乔老爷，过生也不言语一声。哎，我要给你备份一口吧。这么做吧，我给您鞠个躬，祝您长寿、发财、发财。好了，长寿。好了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我里边的客人你都不熟悉啊，我就不请你里边坐了。小玉啊。你去照顾一下客人。小玉啊，什么人啊？远房亲戚，无赖。绝对不是什么亲戚，对吗？当时我觉得奇怪，没多想。后来，方凯告诉我，他借上洗手间，听着嫌大蚂蚁。和乔道恒的话。大蚂蚁那人外号。方凯是故意去听的吗？是。嗯，就这么多了。好，今儿过你过生日，我及其格就算给你送生日礼物，下次可没有这么便宜了。你还要敲诈到什么时候？哎，来来来，咱们接着喝啊！刚才那酒怎么样？哎，不错，挺好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来来来来，干杯啊！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哎，乔总，好，好，好。也巧了，没过几天，我跟方凯出去，在街上遇见大蚂蚁。方凯跟他聊上了，又请他喝酒，我当时还不明白他要干嘛。大蚂蚁被他灌醉了，他把乔道恒的人命案子说了出来。咱俩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我陪你，哎、大哥来来，我陪你喝，你喝我喝一杯，先陪你喝，啊行。
开喝。大哥，这么说，你不是乔家的亲戚啊？亲戚啊？我是他乔家的祖宗，他们都养着我，按三点来，给我钱花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啊？这个不能告诉你。你吹牛，那乔老爷子是大人物，再怎么着他能受你的辖制啊？他大啊，他的把柄大，人命呐、啊，小妹。人命案子，大麻爷爷觉得自己说漏了嘴，没再提，方凯也没敢再问。过了几天，方凯兴冲冲地告诉我，乔家的事儿他全知道了，他的机会来了。什么事儿？他没告诉我，也没敢问。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套乔德恒的话。对。乔总，您放心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我当然得为您分忧了。那无赖您交给我，我来处理。千万别乱来呀！您放心，绝对不会给您惹麻烦，也不会违法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消失？大蚂蚁真的消失了。死了？进了监狱。怎么回事啊？那时候正赶上严打，方凯瞒着我做了个局，把大蚂蚁请到我们住的地方喝酒。来，马哥，喝，敬你一杯。我去买去，等会儿啊。好的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天太晚了，你在我待着吧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听没有？想干什么？干人吗？放开！我在这里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。走开！滚！混蛋吧！你个流氓！流氓你他妈的想反悔啊！你敢欺负我的女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说话就到。你怎么办？你想干什么？干！你敲诈勒索，罪有应得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他要强奸我女朋友。方姐，方姐，我让你受委屈了。他指控大蚂蚁强奸。大蚂蚁就这样进了监狱。他不承认拿我做局。没过多久，乔道恒来找罗教授，方凯就去了兴安公司。你们也分手了？我害怕他成了一个陌生人，可怕的陌生人。真有问题。
你先到医院来签个字。你先别问了，你来就知道好吗？喂，出租车。您好，我姓董，刚才有一位先生叫陈峰，他让我过来签一个字。签什么字啊？你看一下，陈先生用您的名义设立了一个专项资金，有30万用于方老先生的治疗，这里有些手续需要您办理签字。他人呢？已经走了。金小姐，你出院啊。哎，感情上人往往是不了解自己的，但也不了解自己的爱人。当然了，当局者迷嘛，可你也不听旁观者的话呀。你以为退出就是真爱了吗？逃避是得不到爱情的，真正的爱情只属于努力进取的人。哎，你去忙。陈峰啊，准备看他的车。哎呦，我都忘了，你不能说话。
那什么，别着急，哎，嗓子好好养一养，养完了咱们继续录音。你看我这儿乱七八糟的。哎，对了，陈峰跟我说了，叫你呀就踏踏实实在这先住着，别急哈。哎，哎，哎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这孩子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了？哎，哎呀，你得说你上哪儿去了，不然陈峰我会怎么交代我？你回来了，你跟爱怎么回事啊？他又不见了。他刚走啊，你没看着？去哪儿了？哎，我看他给那个司机比划着，好像是去机场。哎，你找谁？我找陈峰。哦，去机场了，刚走。他要去哪儿啊？不知道。请问您是？我是陈峰的合伙人，这儿有我一半的股份。哦，刚买下的，30万现金。
我知道你把录音棚让出去了。啊，出让了一部分，这可能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儿吧。谢谢。在干嘛呢？把那本书看完。我看完了。明天我要去一趟方家，跟爸商量去医院的事儿，顺便拿些东西回来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如果你需要我，我会随时出现。我知道。应该告诉苏静了。爸，您要告诉他什么？全盘托出。人是我杀的，我一个人，我去自首。爸，您何必呢？我实在不能忍受家里这种气氛了。苏静她什么都知道了。她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别忘了，她是个警察。你当初就不应该嫁一个警察。我爱他。你爱他，你越爱他越伤害他。苏静，他只有一点怀疑。糊涂，你没看见他的眼神吗？他很痛苦。你知道他为什么痛苦吗？因为他爱你，他爱这个家。他已经无处可退了。您真想好了？真想好了。我去叫他。爸，您要去坦白，要替我自首，我拦不住你。但苏静是干什么的？您骗不了他的。就算八年前妈是你杀的，那方凯呢？你拦不过去的。即使苏静不刨根问底，公安局插手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。您去坦白，是害了我，害了他。他可以什么都知道，也可以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现在是咱们家人了。你要是去坦白，等于是让他过不去。他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您说他无处可退，您说了，他才真是无处可退。我去叫他。快好了，爸找你。哦，他有话跟你说，在书房。
弄错了吧？我可不敢去他书房。他等着你呢，你快去吧。不算那次我不小心，这是我第一次进你书房。快坐吧。这就是乔玉的母亲。他没跟你说过他母亲的事吗？说过一些。乔玉小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幸福，我们夫妻的感情也很好。可是后来，他爱上了别人，是一个医生，和他私奔了，又在外边遇了难。我当时非常的难过。这个屋子里都是他的东西，所以我不愿意别人进来。我能理解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又有偏见，觉得你当警察没出息，这几年也委屈你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乔玉嫁给你没错。那几年呢，我们爷俩相依为命，他很爱我。你们没有搬出去，我知道，他是怕我孤独。但是，你们总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。我听说你们单位的房子已经盖成了。什么时候妥了，你们就搬吧。以后常回来看看我就行了。咱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。爸，我就把乔玉托付给你了。托付？一个男人要保护女人，乔玉是你的妻子，你就应该照顾她，保护他，以后好好的和他过下去。爸，我记得我答应过您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乔玉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而且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应该的。这就好。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您今天突然跟我说这些话呢？这些话什么时候说都应该。搬出去。
小萌，进来吧。费用都交齐了，您要是不去，也都浪费了。您就去试试吧，治疗以后会有好转的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钱是怎么凑齐的？方凯留下来的。说实话，方凯留了一些，家里寄了一些，大部分是陈峰凑的，我以后会还给他的，爸。小韩，爸从前对你说过很多过重的话，别往心里去。不会，我还是要说，方家哪来的福气，休了你这么个善良的媳妇儿。小韩，从前是爸错怪了你。爸，你别这么说。那您答应去治疗了？你还叫我爸，我怎么能辜负你这片心？我去。还在生气啊？生，等你慢慢消息吧。嫂子，以前我是跟你好才恨你，你会忘了哥吗？你是爱哥的对吗？尽管你们没有夫妻之实，有人说没有性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有纯粹的爱超越一切的爱吗？真的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爱你哥，我想要跟他永远都守在一起，
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我没做到。记得以前你给我看哥发的视频，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完美的爱情。伤口愈合很好，啊、哦，没问题，真的，那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病以后复发的情况大不大？一般不太可能，哦，过几天就可以说话了。啊，真的，还能唱歌？哦，别忘了给我们唱歌啊。这里一切都好，除了没有你。到这儿一想，还有那么长时间见不到你，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。嗯，家里一切就都靠你了。结果出来吗？哎，出来了，王主任。还真是同一条狗的毛发，你看。不会有错吧？这还错得了？谢谢。担心，但这一天终于到了，这是迟早的事儿。我跟小萌说了，首付单不是他的，但我知道是董小寒背叛了我，不怪他。谁让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？受委屈了，如果我还想跟他过下去，我只能装着不知道。看见他受苦，我心里很难受。如果他告诉我，也许我会让他把这孩子留下。我们一起抚养，不管是谁的孩子，我们都会抱他，把他抚养成人。可现在我该怎么办？谎言被他。他自己给揭穿了，他把我逼得没有余地了。
见到陈峰了，看得出像是个不错的男人，对小汉好像也是真心的。小汉跟他在一起会幸福的，他本来就应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。和陈峰相比，我讨厌我自己，我的生活完了。我知道，我要不要死？死对我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可怕，活着才可怕。桥到横桥欲盼着我死，为了小韩和陈峰，我应该死。我死了，他们才会幸福。小韩不见了，这次我没有去找他，但我确定他没有去陈峰那儿。我不确定他还会不会回家，也许这一次我真的把他给弄丢了。进来。哟，乔董事长的千金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怎么样，乔董身体如何？我明白，好好。小韩可能出了点事儿，我想过去看看。我马上就回来。你怎么了？是江月杀了方凯。苏静走了，他会回来的。那警官，什么事儿吧？过去知道了。是是是，我不是马上就要出去了吗？怕事儿。走吧。秦队长找我。秦大勇，
这是市刑警队安队长，跟你了解一些情况，希望你能够配合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听见了吗？是是是。你就是大蚂蚁啊？那是我以前的绰号。你因为什么进来的呀？入室强奸、问讯，还有就是盗窃的什么小事儿，马上就要出去了。小事儿？那大事儿你都干过什么呀？大事儿从来没做过。嘴倒挺溜的哈。回答政府的提问，必须简洁老实。我再问你一遍啊，你犯过别的事儿没有？没有。是吗？那你强奸未遂那人叫什么来着？汪杰。当年你说你自己被冤枉了。冤不冤枉的，牢都坐了。不想翻案了？不想。方凯死了。谁？方凯。不记得了？记不清了。当年汪杰的男朋友，设局害你的人，真的不记得了？设局？装糊涂。报告政府，没有人是设局，我是罪有应得。你少跟我来这套。你就不想知道方凯是怎么死的吗？不想。那你想死吗？不想。不想就老实交代，不然两条人命得枪毙你两回。乔道红、乔玉，你还记得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那你怎么跟方凯在一起的？说吧。没什么。是你杀了蒋梅吧？蒋梅？我没有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都掌握了。看在你好歹服了六年情的份上，刚才管教还说你表现不错，我是想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，不然上法庭让证人乔玉、乔道红来说当年的事儿，就没人救你了吧？还不说？我说，我交代，我请求政府宽大处理。你的胃药还有剃须膏，瓶子太大了装不下，我干脆买了个旅行装，等咱们到了那儿啊。不去度假了？为什么？你还有心思吗？当然有。我们别骗自己了，我想过了，没别的办法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还把我当傻子？你骗我要骗到什么时候？别忘了，我是个警察。你是我丈夫。可就是因为我是你丈夫，我刚才甚至不敢回这个家。可你还是回来了。我回来了又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好，咱俩就挑开了说。乔玉是怎么认识你的呀？我在他们学校街面上混，很多人都认识我。他给你钱让你干什么呀？他让我去教训他妈的那个姘头。没让你杀人？没有。可是他们死了。失手。失手？杀人灭口吧。怕出事儿，干脆连那个女的也一起做了。那后来你们怎么想起去敲诈的呢？
事完以后，我去找乔宇要钱，他害怕了，多给了我不少，要我保密。我钱花光了，又想找乔宇，乔宇没有钱，就告诉了乔老头。其实他们真的不给我钱，我也不敢告发他们。这里面有我，方凯就不一样了，这小子什么都不怕。我吃了哑巴亏，还不是敢说。后来我在牢里就琢磨来琢磨去的，总算明白了，他根本就不是替乔老头报仇，他是想借那个事儿恶乔家。他比我还不是东西，最后还是死了。乔二头杀了他吧。是你审我呀，还是我审你呀？乔玉要我死，我应该死吗？难道该死的是我？就是狗毛，还有的钥匙没有放到碗里，还有吗？谁让我嫁给警察的？我们家以前不许提案子的事，今天破例。因为我是嫌疑人了。你听好了，狗毛是欢欢的，我也去过方凯的车，以前去过，可以吗？咖啡馆店员指认，你都不相信，他一天到晚见这么多人，你是警察又不是不知道。至于钥匙，我是出过门，忘了。我怕你晚上喝多了酒，本来想追上你一块儿去的，但又怕扫林的心，出了门我自己又回来了，这解释得通吗？你都回避了，安丽没来找我，你倒来侦查我，我是谁？我是你的妻子，疼你爱你，把你放在心里，一辈子都交给你的老婆，换来的却是你的怀疑，我真失望。你说你为难，顶门立户的男人谁不为难？你尽过你的责任，你关心过我吗？你是我的丈夫，你知道我心里的苦吗？你是这个家里的一员，你为这个家做过努力，扛过事儿吗？天天不着家，随便一个电话就走，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的，你知道我内心的感受吗？你是想毁了这个家？你是警察，我很清楚。我是你老婆，你到底清不清楚？有些事情我扛不住。扛不住是一回事儿，扛不扛是另一回事儿。乔玉是我朋友，我要他亲口跟我说，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去自首。也好，真正害死方凯的人是我。
小韩，杀死方凯的是乔玉。他知道乔玉要杀他，他知道还去，他只是身体不健全，就像一个生病的人。他曾经问过我，如果他手断了，腿废了，我会不会离开他？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？你在问我吗？我一直在问我自己。现在方凯告诉我了，爱不应该有条件。如果你爱的人身体有残疾，你就有理由离开他吗？尽管离开的理由很特殊，如果无性婚姻是不道德的，那无性的爱呢？既然说了爱，就应该是无条件的。他知道他身体的缺憾是永远改变不了的，他觉得他的存在会给我带来痛苦，他不忍心再伤害我，所以他走了。别想太多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喂，在家吗？知道了，一会儿见。陈峰找我有事。去不去海南，你定。还要错下去吗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只是想挽救我们的婚姻，我不想和苏静散了。该散则散吧。爸，你说什么？当年你妈妈爱上了别人，如果不是我苦苦的追逼，不愿意分开，何至于有此后果？爱他，这是我的意愿，他爱上了别人，那是他的意愿，人怎么能强迫另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呢？即便这个人是他的妻子，爱他就要放了他。有了错就要及时的更正，才不至于犯得更多。为了隐瞒一个错误，一错再错，结果是自食其果，一败涂地。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也没弄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，也害了你。一败涂地？我不会一败涂地，
我要是失去这个家，我才是一败涂地。事到如今，你怎么还这样说呢？我真后悔啊，这六年我一直帮着你瞒着这件事情。这么说您是要检举我？爸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您。你可以不杀人吗？我没有。是大蚂蚁失手杀了吗？方凯呢？他逼得我们没有活路了。再说，是方凯自己喝下的那杯毒药。自己喝的毒药？爸，你不相信我。世界上还有什么人会相信我？小韩，你在哪儿？好，我去找你。爸，您等我回来给您做饭。您是我爸爸，苏俊是我老公，小韩是我好朋友，这是咱们的家。我们会去度假的，等我们回来，一切都会没事的，您放心。是乔玉杀了方凯，你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一定知道。你他妈就是知道，瞒这个瞒那个，查这个查那个，我他妈把你当哥们儿，你他妈什么东西？啊？你说。陈峰呢？出去了。过得怎么样？如鱼得水吧？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方凯。你还在想他？他是你丈夫吗？我今天到方家取了点东西，看见了这个，方凯的。啊。里面的一些内容，我看了，我知道是谁杀了方凯。像个疯狗。
我和小安散了。我跟乔玉也要散了。谁看过？没有。这是我干的。是我把毒药放进咖啡，带去见方凯。是想杀他，可是我下不去手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杀过人。咖啡是他自己喝的，是他自己抢过去喝的，我也被他看出来了。结果到现在我才知道，他早就知道我要下毒。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杀他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长期勒索我爸，啊，我妈偷人，我找了个流氓去收拾我妈，我只是想教训一下，没想到那个流氓失手。把我妈的情人杀了，索性一并把我妈也灭了口。方凯碰巧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你以为他凭什么在兴安集团呼风唤雨的？你以为我爸真的这么待见他？他丧心病狂的想做兴安集团的总裁，我爸帮不了他，他就把我们往绝路上逼。乔宇，真不希望你说的这些是真的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你怎么会这么狠？我狠，段小涵，我跟你认识这么长时间，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我所有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件单纯是为了我的。可到头来，都怪我。我恨我妈。他抛弃了我和我爸，我半夜醒来，看见我爸一个人偷偷在哭。你能想象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偷偷哭的样子吗？我找人去教训他，失手了，就怪我。方凯威胁我爸，那是他变态，这也怪我。你和陈峰好了。逼得方凯发疯似的要做集团总裁，这也怪我。我为了你好，我给你介绍朋友，陪你郊游爬山。我怎么知道你和陈峰就会好了呢？这是你们俩你情我愿的，这也怪我。方凯就应该死了吗？他当然该死了。你不仔细想想，方凯死了，对你对我都好，还有我爸，还有苏静，还有陈峰。可是你呢？你要多事，你要查这查那的。如果不是你查这查那的，一切都会比原来好的。可是现在，
苏静什么都知道。他那么爱我，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做，他难受死了。所有的这些事情，这都该怪你。都怪我？当然怪你了，你没脑子。方凯他自己都想死，这你也看见听见了，对吗？他想对你好，但是他没有能力。看着你跟陈峰，他都失控了，折磨你就像折磨他自己，他生不如死。所以他自己喝下了那杯咖啡。他说这样才能和你散了，你才能解脱，才能得到幸福。你现在和陈峰在一起不是很幸福？我不可能幸福。那是你蠢，你活该。方凯自己都觉得自己该死，你多什么事儿啊？你要真爱方凯，就应该跟陈峰好好过日子。那是方凯成全你们的，拿命来成全你的。可是你呢，天天想着要替他伸冤，整天想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来来回回的，陈峰他能受得了吗？你以为你最无私，你最善良，你替陈峰想过吗？你替我想过吗？你替你周围的人想过吗？其实你最自私，你自己不知道。你让我来这儿，就是看这个。这个应该交给警察，我希望你自己去。